疫情期间居家隔离外出工作，如何防疫守护健康，特殊时期饮食怎样搭配就能增强免疫力，易感染人群如何简单防护就能安心度过疫情。本期变化中的横琴疫情特辑，邀请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的中西医专家为您解答心中的疑虑。想了解更多内容，敬请留意3月1日周日晚7点半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节目变化中的横琴。